这个人会摔手机，要小心你的手机。说话不清楚什么意思啊？说话不清楚是因为收音的问题啊。哎，你们听不太到是不是？聊，因为我们俩讲话太快了。说，嗯哼，说你要有心理准备，熬夜跟我一起吃早餐。我知道，昨天晚上说，早上吃什么、啊？我懂，我懂、欸。你那时候好像还有出现。我在啊，我在啊，我到五点多，嗯，五六点。反正到我人才通常都可以一起吃早餐，很 rock 的感觉。可以配着那个早餐一起吃，配早餐也可以，对。就是睡，就是你睡，你看着睡，早上起来还是你感觉上有一个心灵的陪伴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长久的经营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你睡的时候，哦，我还在；你醒来的时候，我也还在，我还在哦。哇，好感人哦！对啊，重点是你也要吃早餐的时候，我还在哦。对啊，好感人哦！我的妈呀！悄悄跌的厉害的，我没有跌，我没有跌，我根本没有跌啊！我有跌吗？不小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小心、啊。不然你要说故意的。观众其实很给面子哦。你哪边要开慧？哪边？你哪边要开慧？那个、啊、强化的那关了、啊，这关不用。慧他会不会有强化吗？没有，我直接把他干掉。嗯。不知道教怎么看？哎、欸，对，本来说要教你怎么看破解复制片。过了。对，已经过了，太快了。你下次可以，下次可以慢一点而已。下次哦，我都应该没有下次。哎呦呦，你的账号还可以，你的账号把那个鸟打一打。哦，大鸟啊。就是要打大鸟的。其实地狱很多的时候，有些人很好打，干嘛的？但是你重点是要打那一场啊。就是要大鸟，对，要打那一场。成就哪里了？越好打越那个越打、啊。对，越要打。哎呦，小心点。三颗。美其名早餐台。为什么？一堆一堆，哎，然后我刚其实没转的，对，我刚刚有点想，我也蛮紧张的。对对对，开，再开转机，然后转五颗，转五颗吗？哎，至少要五，那个不出 combo 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新出五颗，你会多一组，多一颗，哦，多一组新强，对。所以你像这么多颗，你其中一组可以消五颗这样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在旁边看特别，就尿都快抖出来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都用包大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、用包大人，不要乱接，你也烦。某知名神魔时光组倒闭。睡醒的我还在，有种安心感。但奇怪，有一天发现百姓有一天没开台的话，欸、他们会觉得啊，怎么会没开台？有会不会爆失踪人口啊？欸、我说真的，我跟观众会有个那个，有种默契。就你刚刚讲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今天没开台？啊，像我说啊，今天没开台就很怪。对，对，所以就是会习惯，至少要开一个说，开一个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不开台哦，就关掉。对，没有，可是我开了就不会停。讲实在话，真的。哦，还是会小小聊一下。没办法，我开了就是一直。这边是直接开会还是什么？这边，那、啊、会不会直接送他走啊？二嘛。第二招。我送你离开天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千里之外。对。是不是天涯之外？欸、是吗？啊、没关系啊，那不是重点啊。
这边弱化了。刚刚有弱化吗？好像没有诶、欸，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换一下，对啊，换一下关卡。刚没有弱化诶、欸。为什么这样 ？bug， 木符石不能消诶、欸。对，刚刚是木符石不能消，没弱化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弱化？那旁边可以开了，是没差了。刚刚没有弱化，对啊。对啊，刚没有弱化、欸。刚刚只是木符石不能消，它现在是木符石还是没有不能消，可是它没有弱化。没有，就旁边给它关下去，双方离开吧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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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颗哎，还不算少哦。哦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有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来了。因为这样子很好叠，因为你开心足，棒棒。没有没有，我把难度提升。怎么样提升？这样才有难度。哦。一波 seven 刷过去哦，各位观众。你把那个拉上去就可以了，中间拉上去就可以了。不是你这样一讲，他们就知道了、啊。这样子吗？就本身我本来要弄得好像很厉害。哦，这样哦。就这样子而已哦。就这样啊。反而幼稚。不是，我要多转几圈看。幼稚。不过这条血很厚。他稳死的、啊。这条血很厚。一波七刷会刷他捏捏看不到啊。来喽。掉再掉，继续来、啊。我觉得，好四十二康。为什么要叫你老马？因为仕途吗？不是，各位观众，给他 say 拜拜啦！哦喽喽喽 ，KO！ 哎，我好像只负责按一个技能哎，然后就这场对，然后就这样，是要合作。你知道为什么叫老马吗？为什么仕途？因为以前有一个人，他好像叫我们马里奥。嗯，然后他其实战术跟技术都很厉害的一个人。嗯，对，但是他常常会发生很多意外。嗯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叫你老马，对，跟你就跟他一样。哦，所以你就是神魔界老马这样子。对，可以这样说。哦。